你呀，给我这蒙古妖女粘上了，是福是祸，现在还不知道呢。不过，朱元璋亡你之心不死，你得要小心呢。他不是已经痛改前非了吗？他要是真心的，为什么迟迟不去向杨小姐释清楚呢？也许他是怕杨左使一气之下就把他给宰了，至少杨左使不会对我怎么样的。 由他吧。你这个人呐，就是心肠太好，所以注定要受人家欺负。朱元璋一定是怕朱大嫂母子出事，所以才虚与委蛇。这个人你不能不防。嗯，行军调将，对我也不是困难的事，可是每天要算计这个算计那个，要我猜测他们的心思，那猜是一件苦差事。 你会是个好丈夫、好朋友，可是绝不是一个好领袖。我不是损你哦。当一个成功的领袖，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忍，这包括克制自己之忍、容人之忍，以及对付敌人之残忍。第二，就是要决断明快。第三。 就是要极强的权力欲，也就是说要野心勃勃。张教主啊，你连半个条件都没有。你说的没错，照你刚才说，那三个条件，明教里面只有一个人完全符合。朱元璋。常遇春怎么还没到？ 文忠去看看去。是。各位将军，教主有请。你要见朱元帅。教主有令，无论如何也要请各位到元帅府走一趟。来了，进。这就，不好，常大哥他们被带往元帅府去了。教主，几位将军不是奉派在外，怎么突然回到濠州呢？ 我知道，朱元璋叫你们回来的，他突然召唤你们回来，到底有什么居心？教主，现在军中传出很多谣言，说教主和朱元帅不和，更有的人说教主要杀朱元帅，可我们都希望这只是谣言而已。教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没错，我的确曾经是要杀朱元璋。 朱元帅屡立战功，教主为什么要杀朱元帅呢？这人野心太大了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势力，而不是为了明教的整体利益。你们还记不记得，他违抗军令，擅攻东吴，义都之围迟迟不解，在在都显示出他的野心。教主，我不相信朱元帅是为了野心为了自己。不错，他有时会违抗军令，可是他的调兵遣将最为一道心得。 如果不是为了朱元帅，东吴跟义都大概早就落在达子手中了。对，朱元帅人真惯战，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他所立的功劳远超他所犯的过错。是啊，教主，元帅一向忠肝义胆，我绝不相信他是为了自己的野心。你们都被他蒙蔽了，他这个人口蜜腹剑，居心叵测。教主。 所蒙蔽的是你呀，朱元璋。你突然召唤这五位将军回来，到底有什么用意？这五位将军他们都是爱家爱国、爱明教之士。今天我把他们叫回来，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对教主直言进谏，希望您不要再受赵敏的迷惑。教主，请你立刻下令把赵敏给杀了。朱元璋，我放过你，没想到你不知反悔。 现在利用这五位将军不知情来对我进行胁迫，教主，今天朱某所作所为，一切都是为了明教。就算教主把朱某给杀了，我也得要直言进谏。教主，童言获胜，自从赵敏进了咱们明教，咱们明教上上下下不得安宁啊！教主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得不说了。
一定要把那妖女留在身边，军中的将士们颇有怨言啊。他们男人是蒙人，他们的父母有的被蒙人所杀，他们的妻女有的被蒙人所奸啊。可是教主，我们想不到，你却一意孤行、不顾民怨，居然一定要留把那个妖女留在身边娶她为妻呀、啊。教主，我们这些将军不敢和她喝你的喜酒，就是表示我们的不满，我们的抗议呀、啊。 对赵敏都有所误会了。他虽然是蒙古人，可是他和他的父亲儒阳王已经脱离了父女关系，他不会再跟我们明教为敌了。教主，你被他骗了。今天他想要毁掉咱们明教，昭然若揭。你如果不立刻把他杀的话，将来一定成为明教的一个大患。你闭嘴！如果你再颠倒是非、无中生有，全部饶你。教主，我今天没有无中生有，更没有颠倒黑白。 挑拨离间那是赵敏今天教唆教主诛杀属下，这一点他就是图谋不轨。教主，朱元帅为咱们明教留下了汗马功劳。可是那个妖女一定让你杀了她，如果你真的杀了她，鞑子兵知道了一定会拍手称快的。教主，你万万不能杀了朱元帅，你要杀死朱元帅，军心必然大乱的。对呀，教主，杀了元帅无疑自毁长城。 是亲者痛，仇者快呀！那蒙古妖女言，教主你不能信啊！以古为鉴，可以知兴替；媚起妲己褒姒，他们哪一个不是祸国殃民的人呢？那些宠爱他们的皇帝，哪一个不是国破家亡、不得善终啊？教主，历史可以做见证。纯正。教主，请以古为鉴，诛除妖孽。 诛除妖孽！你们都被利用了，朱元璋，我真的太低估你了，我真不应该放过你，我早该把你杀了。教主，我之所以这样做，我也是希望你能够摆脱赵敏的迷惑，早日率领咱们明教驱除鞑子。如果你把逆耳的忠言当成是妖言惑众的话，请您立刻把朱某给杀了。 你以为我不敢？嗯，教主，如果你要杀朱元帅，干脆把我们大家一起杀了吧！对，把我们都杀了，教主。好，我今天不杀你，都起来！谢教主，谢教主，谢教主。几位将军，你们一片忠心，我很了解。 不了解朱元璋这个人，我不会怪你。我希望你们会小心。哎，你们看，看样子这个人没把咱们的忠言听进耳朵里去。这个人呢，已经被迷惑得不可自拔喽。 左使，教主已经不再信任我了，所谓疑人勿用，我看我这元帅也不必再干下去了，请左使您收回令牌。元璋，现在是明教最需要人的时候，像你这种才俊的人，有如凤毛麟角，元帅之位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不可轻言放弃。对对。 你在益州、河州还有定远，打了好几场的胜仗，让我们的士气也为之一振。你这时候来个隐退，会让我们的军中引起猜疑，让士气也受到打击，这对我们明教大为不利啊。可是我又何尝不担心军中的士气，何尝不担心明教的安危？但是今天教主他受赵敏的挑拨，他们居然认为我朱元璋在外面打仗，攻城略地，是为了将来我个人的野心。 哎，我是百口莫辩呐。今天唯一能够堵住赵敏嘴的办法，那就是我把军权卸除掉，以后他再让他找不到任何借口了。不行，他要对付你，就是因为你军功显赫，是朝廷的大患。现在你要自解兵权，岂不是正中他的下怀？是是。
系在大庭当前，我们不能够自乱阵脚啊。可是教主对我猜忌太深了。教主那方面你不用担心，一切由我承担。有明教还需要你打更多的胜仗。军令你还是收回去。教主，你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呢？大哥，你们要见我，为什么不在元帅府？这件事事关重大，我们怕走漏风声。到底什么事？罗氏，咱们大胆请问您几个问题。今天如果要背叛教主的话，是不是该死？当然该死。如果对教主不敬，是不是该杀？当然该杀。请左使把咱们几个议长给批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咱们决定要推举左使为明教的教主。你们胆子好大。杨左使，教主现在被妖女所惑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明教会毁在他手下，其坐以待毙还不如另立教主呢。胡说，说这些打你不到的话，你明教教规你们通通该死。为了明教，为了天下苍生，咱们早就视死如归。不能这样对教主。是教主从四分五裂中把咱们救出来，也是教主让明教更加强大。若是没有教主，明教早就垮了。杨左使，我认识教主比你久，当时他还是个孩子呢，在胡青牛那里他不顾自己死活来救我，他对朋友的义气和真诚真叫我感动啊。他后来做了教主，没有人比我更高兴。如今他被美色所迷，被妖言所惑，没有人比我更痛心疾首啊。你以为我们大逆不道？我们真是迫不得已呀。左使，现在只有您可以让明教重新纳回正统，希望您以大局为重，出掌明教，力挽狂澜，造福天下苍生。请左使出掌明教，造福天下百姓苍生。请左使出掌明教，造福天下百姓苍生。不行，不行，就不能做一个不忠不义的人。左使，您是不是可以再……不要再说了！我姑念你们对明教一片忠心，早就把你们给杀了。我警告你们。不准再提，不准再犯，我要你们身首异处。杨老师，你干嘛？这句话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要糟蹋了？是不是觉得很可惜？当然可惜了。那么一个大好的名教让你给毁了，是不是更可惜啊？你说什么？名教快垮了，我们是危言耸听，再这样下去名教一定必垮无疑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军中一定起了疑心。照你那件事，如果你再不好好处理，明教一定四分五裂，众叛亲离。是不是朱元璋搞的鬼？长春他们都叫他给蒙蔽了。你为什么不想想被蒙蔽的人是你自己呢？为了赵敏，你要杀朱元璋，这件事已经造成极坏的影响。一个立了大功的人也要死，以后谁还敢为明教卖命？长春他们
已经对你失望到极点，再这样下去，就算达子兵不攻打咱们，咱们也会四分五裂。教主，如果你再不行，明教早晚会坏在赵敏的手上。我不再跟你争辩了，赵敏和朱元璋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，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。 张公，杨逍、范遥、程玉春、徐达汤和邓玉胡大伟，他们都认为朱元璋是好人，你是坏人。我不介意，他们把我看作是坏人。谁叫我是蒙古人？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。朱元璋善攻心计，他在常遇春他们面前装出一副赤胆忠肝、为国为民的样子，赢取他们的信任和效忠。我如果现在杀了朱元璋， 他们一定会误会，是你唆使我，到时候一定会引起内讧，甚至造成明教的四分五裂、土崩瓦解。朱元璋这一招果然厉害，常玉春他们成了他的护身符。除非，你甘冒分裂明教之名。明教自从杨教头死了以后，就群龙无首，四分五裂各怀私心，几十年来一蹶不振。我不想重蹈覆辙。 你告诉我该怎么做？本来这个教主我就不想当的，现在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了，光是明教的事情我都吃不消了，再加上现在肩负驱逐鞑虏的重任，我真的透不过气来，觉得很累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除非你打算放弃，要不然你就要面对他，你要振作起来。 明教的存亡都在你的手上，光是一个朱元璋我都对付不了。我这个教主真是窝囊透顶。朱元璋虽然厉害，可是也不是不能对付的。你即使不能杀他，但总有办法叫他无所失其技的。 杨卓使死都不接受黄袍加身，难道咱们一点办法都没有？任由那个妖女兴风作浪，把咱们明教搞垮？教主已经被那个女的给迷住了。今天想要拯救明教，就得把那个女的给除掉。每天跟在教主身边，杀的可不容易。 部队底下有没有那些个精忠死士？有，咱们就找机会让那些个死士出其不意的把那妖女给干掉。哎，这办法倒可以试一试。教主，教主刚刚颁布了命令，全城戒严，若无通行证，任何人不得出入亳州城。教主为什么要全城戒严呢？ 冲着咱们来的，教主，我也是这么想。如今为了安全计，只有早日逃离亳州城。大哥，白天行动被发现容易，我看不如躲一躲，晚上再走。 这守东城的叫程达，我还认识他，也许我跟他说说，他可以通融一下。万一我要不幸被捕，你说什么要替我照顾好夫人？大哥，你放心，如果你真的被抓了，我和邓玉堂和一定前去救你，绝不让那个妖女动你一下毛。实不相瞒，教主的确下了命令，要追起朱元帅。陈将军。 真的没办法放我离开，军令如山，我不得不遵守，还请朱元帅体谅。对，我自己也是军人，军人要知法守法。哎，黄泉无宿电，今夜住谁家？朱元帅，您不必那么悲观。
教主要弃捕你，未必是要你的性命啊。陈将军，难道你不知道我跟赵敏之间的恩怨吗？属下略有所闻。教主是被那个蒙古妖女迷惑住了，我是冒死直言进谏，希望他把妖女杀了就平定了，结果忠言逆耳，教主不听，反过来赵敏对我更怀恨于心，一定要加害于我，置我于死地。这趟如果被他抓着，我看半点生存的机会都没有。朱元帅听你的教，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。如果教主真的听信妖女之言，要杀朱元帅的话，那真是太没有天理了。我朱元璋并不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，我今天我就是想留着有用之躯，为咱们明教做一番事业。现在没有机会了。陈将军，你记不记得镇江那一战，咱们是并肩作战？我记得。他们那次是一寡击众，咱们被敌人团团的围住，可是我们上上下下各个将士用命，拿着刀拿着枪往前冲，没人怕死，硬是把敌人的重围突破，把打的那个元帅从马上拉下来砍掉，是不是？那夜我们豪饮狂歌，我们慷慨激昂，我们还以长为誓，我们要决定效法岳武穆，效法班超、张骞，大家要做一番大事，大家唱军歌，沙场西血腥，战马西悲鸣，问吾辈仇敌何时杀得清，宝刀四醒灵虎性，隆冬战火肉很苦，愿从将军此去，上山擒虎，入海擒龙，破浪成长风。陈将军啊，岳飞是被秦桧害死，屈原、韩信都壮志未酬，今天朱元璋跟他们一样，可是我想到天下黎民苍生还要继续的在鞑子铁蹄之下忍辱偷生，我心如刀割呀。朱元帅，你走吧。你应该好好的活下去。谢谢，谢谢。开门。朱元璋已经逃出濠州了。他怎么逃离濠州的？是守东门的陈达放他走的。陈达已经自尽，这是他遗书。教主，连一个守城的将士都懂得以大局为重，不惜以死相见，你能不汗颜吗？出这馊主意要抓朱元璋的是不是他？这是我出的主意，跟明明无关。那你为什么不事先跟我们商量呢？我知道你不会赞同我的做法。我当然不赞同，你这样做只会让他造反，你有没有想到后果？他要不是做贼心虚，为什么要逃走呢？这分明是他自己理亏啊。你歇着吧，不用起来了，我已经叫厨房弄了些补汤，多喝补汤，小孩将来身体壮。谢谢你。你丈夫昨天已经逃出濠州城，其实我们也不是想伤害他，只是想软禁他，
好让他打消不轨之企图。可惜，给他跑掉了。赵姑娘，我相公他早已打消造反的念头，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再追究了吗？他看来只是想稳住你的情绪。他把常遇春和五位将军密招入城，这分明有所企图。你也不要太难过，小心身体。教主是明理人，他不会为难你的，你安心在这里住吧。文章真的不是故意想违抗军令，我只是不想白白的死在赵明手上。今天明教需要我，我弟兄需要我，不为他们，我说什么要活下去。你要是赞成教主这么做，不过你违抗教主之令也有不对。我问你，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教主？罪魁祸首是赵敏，我完全不怪教主。教主虽然是误会我，我对他依然是尊敬。那就可以了，你马上跟我回亳州向教主请罪，我保证你绝对安全。不是，赵敏他心狠手辣，教主对他言听计从，我要是回去的话，死路一条。真的不肯回去？肯。赵敏死了之后，我就回去。探回报说，朱元璋把调往义都的兵马全部招到金陵，而且把金陵改名为应天。应天，应天，应天，上应天命。哎，这名字好啊。杨总师，朱元璋那个混蛋从亳州逃到金陵，他在金陵自立门户，而且改名为应天，把咱们派到义都所有的兵马全部招到金陵去，为他一个人所用，他已经摆明跟咱们教主是对头干了。你错了，元璋是怕教主受赵敏的摆布，对他加以相逼，所以不得不加强兵力为守金陵，以求自保。徐寿辉惨死，西路军全部落在陈友谅的手里，在山东咱们除了义都之外几近全失。这个时候那个朱元璋来个自立门户，咱们明教义真是凶多吉少。我没有怪赵敏心狠手辣，我只是怪教主不成器。好了好了，现在也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想个办法怎么样力挽狂澜呢？教主一日没清醒，咱们再努力也是没用的。这汝梁王这个老乌龟可真厉害，只是派了一个赵敏就可以把咱们明教弄得天翻地覆。我跟教主吵也吵，骂也骂过，现在除了以死相见，我真的毫无办法。你，杨总师，咱们现在明教已经是风雨飘摇，你千万不要轻生啊！如果我死了，能让教主醒悟，我这条命也是死的其所。但依现在的情况看，我死也是白死。如果我真的死了，岂不是正中我们的妖女的下怀？我要好好的看看教主如何后悔莫及。杨作师，你告诉教主，以后明教任何的事务我都不会再参与，因我杨某一颗忠心已死。现在我看着明教慢慢的毁灭，求求。好，
教主。杨作使呢？他还是坚持不肯跟我共商军机。算了，总有一天朱元璋会露出狐狸尾巴的。教主，要把韦福王跟吴散人他们调回亳州。他们就算回到亳州，还是要我杀赵明，这样只有对明教的形势会更加纷乱。教主，你真是掩耳盗铃，自欺欺人。为了顾全大局，你就算再爱赵明，也要有所牺牲才对。为了大局，为了大局，就是要不分是非黑白杀了赵明，然后召回朱元璋，姑息养奸，等到他羽翼既丰，把教中所有对他有威胁的弟兄全部赶尽杀绝。如果这就是所谓顾全大局，那么我就算牺牲自己和赵明的性命，我也在所不惜。朱元璋现在把五万大军给调回，益都的形势更加的危险。我想听听看，你有什么意见？教主，为了赵明，本教的将士已经对教主心存怨怼，而且士气低落。就算把他们调往前线，那也是徒劳无功，枉送性命。丐帮现在有十万大军，是当世最大的帮派。丐帮的帮主史文龙曾经对我许下承诺，对我们明教言听计从。我现在想请人捎信给他，让他立刻到亳州来供应。我想借助丐帮之力，暂缓益都之围，你认为怎么样？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也只有出此下策，先保住益都，其他事情以后再说吧。你昨天一个晚上没睡啊？怎么知道？昨天深夜，探子拍门告急，元帅府上上下下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？你怎么了？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。谁啊？王宝宝。朱元璋把益都的援军全部召回金陵，想益都的形势更加的危险。我想率领十万丐帮的弟子前往山东，希望可以挽回颓势。你要跟我爹对阵？益都的援军全部召回金陵，现在益都的形势更加的危险。我想率领十万丐帮的弟子前往山东，希望可以挽回颓势。你要跟我爹对阵？不是，据探子回报，现在率领援军向益都步步进逼的不是你爹，是一个叫王宝宝的蒙古将官。明明，我想知道这个人的出身背景，还有他的脾气个性。知己知彼不一定是百战百胜，但最起码胜算会比较高。知道你跟你爹很多年了，他身边的人你一定很熟悉。我知道应该向你打听有关援军的任何消息，可是对不起，不应该破坏我们的协定。对不起。王宝宝是他的汉名，库库特木尔才是他的本名，他是我表哥，
他从小由我爹抚养成人，他跟我爹亲同父子。这些年来，我爹东征西讨，一直把他带在身边。他是我爹刻意培植出来的将才，他机敏过人，赏罚分明，性格刚烈。论才智、谋略跟成就，应该会在我爹之上。这一次，我爹让他当主帅，恐怕是让他小试牛刀，往后应该另有图谋。不要再说了，什么都不要再说了。我发誓，以后我再向你打听有关袁军的任何消息，就让我万箭穿心。不，不，让我下地狱！你不要死，我不要你死，不要，不要。文忠，来陪舅舅喝一杯吧。是。哎，祝张无忌众叛亲离，死期不远。舅舅，明教上下虽然已经对张无忌有了背离之心，但是据闻这个江湖上少林丐帮这两大门派已经表明了立场，是做他的后盾，而且各地的丐帮弟子已蠢蠢欲动，随时前往豪叔效命之事。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看样子我非把张无忌这个色鬼早点送上黄泉路，也好一了百了。进来，来来。掌柜的，拿酒来。你想找死了啊？拿这种老酒来敷衍我，拿好酒来。陆先生，小店里烧好的酒都给你老人家喝光了，就剩这一坛了。你吃的雄心豹子胆的，啊！你敢烧我的酒？陆先生可想喝好酒？我家主人酒窖里常有数之不尽的陈年佳肴，不知陆先生可有兴趣？你家主人是谁？陆先生想喝佳肴，请随小人来。少卖弄玄虚，有本事给你老子出来！陆先生。陆先生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朱元璋，少在我面前耍弄花样。陆先生，你武功高强，在今天这个乱世之中已属少见。元璋对你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有心加害？上一次先生把我掳去大都，那是因为各位旗主各有各的需要，元璋胸襟宽阔。只有佩服先生的高明，怎么可能有秋后算账的可能呢？先生，请坐。你把我引到这儿来，不见得只是为了要请我喝酒吧？陆先生，自古以来，那些开国的明君当中，唐太宗、汉高祖、宋太祖，他们之所以成功，你觉得道理在哪里？什么唐太宗，老子不懂。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，少卖弄学问。那些个开国皇帝最后可以得操胜算，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的去广揽天下豪杰为他们出力。这说来说去就是人才最重要。你要收买我，当今天下多少的英雄，你朱元璋算老几？元璋算老几这个不重要，但是起码比您现在的老板鲁阳王处的价钱要高多了。陆先生，鲁阳王跟您一二十年对你不错，待你不薄，可是要比起我来的话，
天差地别哦。当然我们两个交情还不够深啊，现在谈这么多你有点怀疑也是人之常情，没关系，咱们先牛刀小试一下，如果你满意了我们再谈其他的吧。你说来听听看老子有没有兴趣。陆先生，我想跟鲁阳王直接见个面，请你替我们中间安排一下。王爷最恨一臣，我好处没得到，可能已经当了无头鬼。不是，就是请你安排一下，不是请你带我去约他。事成之后，陆先生可以在我辖区之内任意的选择一个城池。你说什么？你没听错，事成之后给你一个城。那不知王爷驾幸，有失原因，罪过，罪过。大事不必拘礼，贵司环境优雅，出身其中，有一种熟念全消、智慧增长之感。大事，本王想在贵司多住几天，不知是否方便？承蒙王爷垂爱，老衲焉有不于方便之理？王爷，请。退下。王爷，方外之地治安不好。人各有命，就是有什么意外那也是天命，再多的保护你也不能够事先预防。不要在这里杀风景，统统退下。是。撤。是。阿弥陀佛，王爷请用香茶。老大师，谢谢。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王爷果然是个大英雄。区区鼠辈何足畏惧。好了，不要东张西望，此地除了本王别无他人。先生冒险潜入山中，就是为了向本王献茶吗？王爷，先生这次来一定是有利于本王，你说是吧？王爷，这些年朝廷失败，中原鼎沸，烽烟四起，王爷奋起中原，足智多谋，过于群雄，元璋毫不佩服。废话少说。王爷有一独生女，不幸被张无忌所迷惑，背家忘国，这件事情想必王爷心中十分痛苦。这样，你想跟本王通好，只要一起对付张无忌？王爷智慧过人，在下心悦诚服。哼，你的智慧也不低。当初你要跟本王在战场上决一生死，今儿个你怎么会来向本王求和？前世不提，这回元璋冒着生命的危险来见王爷，希望您仔细考虑考虑，天下大事何者是利，何者是害。元璋，本王一直把你看成是英雄，没有想到你却是一个卖主求荣的门徒。张无忌的事情你想让本王去激怒？休想！王爷，难道说你不顾利害，这未免太过不智了吧？本王这辈子就不顾利害，而本王最痛恨的，就是为了利害而卖主求荣的狗东西。
张无忌本王自会对付，不必欲购磨平。